我们来讲一下容器 volume 的最佳使用方法，以及容器 volume 的管理。这个容器 volume 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容器卷，一种是主机卷。那么讲到这个地方，然后要跟大家提一个名词，叫做 Docker Fill。那么镜像是怎么来的呢？那么镜像是由 Docker Fill。通过 Docker build 的命令构建出来的，那么这个就是一个简单的一个 Docker fill，from 就是我要构建这个镜像的时候，我依赖的副镜像是谁？比如我依赖的是 C7，那么然后，比如说我要装一个 Linux，这个 run 的话，等一下视频里面会讲，就是要去先安装一下 EPEL。要不然的话，安装 Linux 会报错，就会找不到这个，就是包。所以等一下，大家以那个视频里面的那个 Docker Fill 为准。然后我会把 YAML 依赖的一些生成的一些包把它清掉，这样的话可以减小镜像的大小。然后最终我会 export，这些都是 Docker Fill 的指令。然后 export 80和443端口，我会暴露80和443端口。然后最终启动容器的时候，执行的是 Linux，把 Linux 起来。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 Docker fill。然后我们来构建一个，就通过这个 Docker fill 来构建一个镜像。来看一下这个 Docker fill，大家要把记得要把这个 EPL release 这个要加上，要不然安装 Linux 会失败。那么怎么构建 Docker 镜像呢？就是 Docker build 杠 T，比如说我要叫一个叫 APP，然后 tag 可以不写，然后点，这个点一定不要忘了，如果忘了的话，那么构建就会失败。因为我构建过了，然后大家在构建的时候会从网上下载 Linux 的包，会有一些慢，所以我就这个地方直接就构建成功了。那每构建一层都会有一个 ID 号，这个 ID 号就是镜像的 ID 号。那么最终呢，我们生成的镜像都是由这些镜像累加而成的，所以说镜像是分层的，每一层它都干一件事情。所以说，在写这些命令的时候要有注意一些，每多写一个，它就会多生成一层。如果这个 run 后面你可以看到，我就写这个 run 写了是做了三件事情，但是说我都把它写到一起了，最终它会生成一个 layer，所以这些事情都会在一个层里面，因为在一个层里面是可以清除的。如果说我这个里面这一层创建了一个文件。那我在下一层的时候想把它删掉，那么这个是不行的，因为已经生成的它是只读的，不能进去改了。好，我们生成了以后，这是非常简单的一个 Docker fill。那么什么是容器卷？那么容器卷，这个也是一个 Docker fill。跟那个上一个是非常类似，但是有一点不同。这地方有一个 volume，我 volume 写的是 usr cell 下的 Linux HTML 文件。那么在 Linux 下面的那些网站文件，我会保留到我的 volume 这个目录下。那么最终我们在创建容器的时候，它会生成一个 volume 这个文件去保存。容器的 USR cell 下 Linux HTML 下的文件，好，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去时间操作一下，然后我们就会更明白。APPS，然后我们看一下 Dockerfile 的内容。这个就是
我会加一个 volume 这个参数，这个指令，然后去保留。就是我把容器删掉了以后，我如果不把这个 volume 删掉，那些文件它还是存在的。好，然后我们再也构建一下告体 apps，然后点，非常快就构建完了。那么 volume 这个文件存放到什么地方呢？以及 Docker 的那些数据文件都是存在什么地方呢？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cd vlib docker。这个目录下，因为我们现在用的是 SonetS7，默认使用的是存储是 device mapper。如果用的是 Ubuntu 的话，是用的是 AUFS。如果用的是 ChromeOS 的话，用的是 Overlay FS，这个 Overlay FS 是存储，也叫 Overlay，这个和网络不一样。好，那么我们用的是 Device Mapper。那么 Volume 它是放在这个 Volume 的这个配置文件下的，可以看到，就会因为刚才我们创建了一些容器。就高危，然后创建了一些容器，所以会生成一些 volume 这个配置文件。然后我们现在看到就有两个，对吧？然后我们可以把这些全都删掉。好，把这个删掉。把它强制删掉。听的二，这个也都删掉。这样的话，这个目录下是没有文件。然后我们来测试一下，我们先用 APP。那个迹象去创建容器，因为那个里面没有加 volume，也就是说没有所谓的容器卷。然后我们来创建一下，比如就叫 app，然后使用的是 app 这个镜像。好，我们看一下，这个 volume 里面是没有任何文件生成。那我们再用 apps 去生成，好，OK。那么生成完了以后，因为我们是写了一个 volume 的指令，所以会创建容器的时候会在 vlib docker volumes 这个目录下会生成这么一个目录，就是随机的一个字符串。那么我们到这个字符串里面可以看到。因为我们刚才映射的是 USR Shell 下的映射的 HTML 这个路径，我们来看一下。那么这个路径下就会同步 Linux HTML 那个目录下所有的文件到数组机的这个目录下。这个就是容器的数据卷，就叫容器卷。好，这个大家要区分一下，这个是容器卷。这区别就是在 Dockerfile 里面会写一行叫 volume 的这个参数，如果写了的话才会保留，如果没有的话就不会保留，就不会生成这个文件。那么。这样的话就会涉及到删除镜像，需要注意的地方。那么删除镜像，我们默认的话就会通过 Docker IM。如果这个容器是停 stop 的状态下，直接可以 IM。如果说没有停掉的话，会加个 gf 强制把它删掉。但是还有一个参数是 Docker IM 杠 v。那么杠 v 的意思就是说，如果这个容器它是有 volume 这个文件存在的话，那么它会连带着把这个 volume 也会删掉。如果没有加杠 v 参数的话，就意味着
这个文件是就丢到这儿了，就会产生很多的垃圾。然后我们来测一下，比如我们先看一下 volume 有这个目录。那如果我现在通过 im apps gof，那么这样的话，它是不会把这个目录也删掉的，它是会把这个容器给删掉。那这样的话，如果长久以来我们创建了很多容器，比如创建100个，那么 volume 目录下会生成100个这个文件。这样的话就非常乱。那么如何知道这个目录是在给哪些容器进行匹配的？我们可以通过 Docker Inspect 去进行查看，因为容器里的有一个 JSON 文件可以看到匹配的是哪个 volume 文件，这个就不演示了，这个大家自己去学一下，然后去查看一下，就非常简单。好，OK，然后我们现在需要把它手动去清除一下。清除完了以后，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又生成了一个文件。如果我执行 rm-v 的时候，说 apps，那么这样的话，就会把原先创建的这个 volume 这个目录也会删掉，就不会留下垃圾，就非常好管理。这个就是容器卷，主要区别就是在 Dockerfile 里面是不是写了 volume，这个是容器卷，以及删除带 volume 这种容器的时候要加 -v 这个参数，会把 volume 这个文件也会删掉。OK，然后我们来讲一下什么叫主机卷。那么这个是没有写 volume。但是也会有镜像，这个 Dockerfile 是会生成镜像，然后也有 volume，并且也会生成 volume 这个文件。那么什么叫主机卷呢？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主机卷。那我重点看一下这个主机卷。这个是第一个会实施 APP，因为没有写 Dockerfile 里面没有写 volume 那个指令，这话就会我前面会写的是主机的目录，后面写的是容器的目录，这样的话就是不管是在 Dockerfile 里面有没有写，我都会在把容器主机的这个把主机的这个目录和容器进行关联进行映射，这个就是主机卷，不管写没写都可以生效。然后这个也是，但是推荐用这个方式，因为如果没有做这个的，或者有容器卷，也可以把数据保留下来。那么这样的话，就是我不但是在 verb date 这个目录下保留了一份数据，就保留的是 TMP 数据。那么我在后面的 volume 那个目录下，也会保留一份数据，那这是双管齐下，是一个双保险，所以这个方法是最为推荐的。然后我们再，这个就是主机卷，这个主机卷就特别简单，就是直接是用的是数据集的这个目录，直接和容器的哪个目录进行映射，进行关联，然后这就是主机卷。主机卷就理解起来就比较简单，没有容器卷，因为涉及到 Dockerfile。那么 Dockerfile 主要是用来生成镜像的，这个大家就明白就可以了。然后我们讲一下备份数据。那么数据怎么去备份？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一个 date 的这个 dbdate 这个容器，它里面有数据，我们想把那个数据里面的数据把它备份出来，怎么去备份呢？
我们会生成一个容器，那么 Docker run 会生成一个容器，是通过 Ubuntu 这个镜像去生成的。那么 Ubuntu 镜像里面是装了 tar 命令，然后去打包一个文件，最终备份下到 dbdata。这个 -rm 的意思就是说，只要这个容器退出，那我会去把这个容器删掉，因为这个就是为了执行一条备份的命令，所以说这个命令只要它结束完了以后，我就会把这个容器删掉，所以用的是-rm 这个命令。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会把 dbdata 这个容器里面的 backup 的这个目录把它备份出来，就是这个意思。然后这个就给大家留一个作业，这个大家进行操作，进行实践。那么我们数据有了备份以后，我们就意味着要想到怎么去恢复数据。那么怎么恢复呢？也是类似，主要就是用的是，tar，因为是把备份好的进行解压，这样的话数据就回来了。但也是这个容器也是，我只要把这个备份完后的一个数据包把它解压完了以后，它的任务就完成了。大家一定要明白，容器就是进程，这个进程只要一旦结束，它就会退出。那么退出以后了，就会留下这个容器，它是 excited 的这个状态。那么留的这个容器，它会就是它没有用，所以会直接把它删除掉。它就为了执行这一个任务，它的使命完成了以后就把它结束了，就把它删除掉。所以用的是rm 这个命令。然后呢，就是我们再讲一下，就是容器、镜像还有 volume。那么有了镜像以后，才能去创建容器。那么有了容器，因为容器里面会可读可写，我们会产生一些数据。但是有一些数据我们是需要把它固化下来的，就是持久化保存的。那么保存的话，就会需要 volume 这个特性去把这个数据保留下来。这个就是容器、镜像以及 volume 之间的一些关系。那么涉及到镜像也是需要存储的，但是这个 volume 是为了存储容器的。那么想要存储镜像，那么我就需要把它存到 Registry 上。就比如我们在前面所讲的 Registry 这个容器里面，那么 Registry 里面容器它又涉及到这个 volume，所以说它还是最终这些镜像，它最终还是会要落到这个物理磁盘上的。所以就是。万变也不离其宗，就是这么个关系。好，那我们这节课就讲这么多。好，谢谢大家。